刚才那个小品我觉得太深刻了，特别好看，印象深刻，所以我们赶紧邀请到了两位主演来到我们的现场，来，有请孙涛、徐海璐，有请两位老师，好漂亮，哇，美的美的美的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过年好，过年好，过年好，秦老师，过年好，过年好，过年好。演的累不累啊？累不累啊？演的，哎呀，太吐血了，抬了他。哎，我记得是第二次上春晚了吧？五年前的事儿了吧？这回五年之后又再次合作，感觉怎么样？和五年前有什么区别吗？五年弹指一挥间，2013年我俩合作摊上事儿的时候，当时那会儿很。哎，这么庆祝吗？摊上事儿了，那个工作人员摊上事儿了，开了他，开了他，完了那个就是当时是，海璐第一次来上春晚，当时我们就合作的特别的愉快，我跟海璐五年以后再合作的时候啊，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呢？就是觉得特别的默契，第一个是默契，第二个还有一个呢，感觉呢就是高兴，而且呢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啊，彼此有一种信任，在。演小品的时候，一般情况下你请海璐来，他是不会来的。但是我要找他来，他能来。哟，这是夸谁了？以后谁要找我的时候找孙涛，孙涛找蔡海璐绝对可以。孙涛老师就是这意思。所以，而且呢，海璐呢，其实演小品对他来说呢是一件挺，应该说他不太熟悉，因为他毕竟是个影视演员。但是他因为他演舞台戏演得好嘛，所以演小品对他来说并不是驾轻就熟啊。对，但是小品毕竟跟舞台戏还是有很大的区别。而且现在海璐呢，这一次合作我就发现不光是会演小品，而且还会懂包袱了。经常就是说这个地方的包袱不行，要这么说才能有包袱。所以这个五年当中虽然没有合作，但是基本上这个成长基本上你都能感觉得到啊。对对，就是2013年对他影响太大了。敢于评价老板当员工是个好员工啊。来，你没有感觉后来这次我们也来玩个游戏考考你们俩的默契？既然你都说了你们俩很默契啊，你们这次的小品叫提意见是吧？啊，对。你们两个互相在我们的现场真提提意见行不行？就是互相的那个提提意见。真提意见。对，我们这个节目这回是真提啊，不玩虚的。我们先上一个道具，您感受一下好不好？对，就是刚才你说要把它开了的那位，现在送礼来了。你来了哈。这个工作也得开了。这个礼怎么玩呢？给大家。我来帮您拿话筒。这个先拿着。要捏住这个地方，不要让它转动起来啊！你拿着的时候给海璐提个意见，然后把球传递给他，然后海璐再反过来给你提个意见，你再把球传递给他。我明白了，就来回放。你只要就是玩左轮枪，然后就是不知道是谁可能会挨到有子弹的那一发。哎，聪明，明白了，我明白。我为什么要跟你们玩这个游戏？因为提意见嘛，我们下来提实际的意见。来吧，周允一定要保护好秦海璐老师。幸福砰砰砰！别紧张，没事啊。来，预备，谁先提啊？您先提。我先提。你先提。好的。好，一开始提就松手啊？谁松手？你松手。我明白了，懂。传给海璐老师。提，开始。你为什么这么年轻？你为什么这么漂亮？你为什么要一直年轻下去？啊！哎，不能捏着，他得转起来，转着。你怎么这么好？你拿去。这是意见吗？你拿着吧。你。我跟你讲，好了，我跟你讲，开了你。开了你们。玩怎么开的？玩成这样，互相推脱成这样。息怒。哎，所以这个挺好的，这个，因为它是有一个寓意的，其实幸福砰砰砰嘛，也是祝福砰砰砰的意思。打的祝福呢，其实通过这个砰砰砰，也是传递给我们全国的喜爱你们的网友和粉丝们。谢谢大家。你为什么那么年轻？其实咱们说实在话啊，就生活中真是这样，有时候你去想提点意见或者说一点这种真的东西，其实是很难的，要有勇气。真的，我觉得这确实是需要有勇气的。你刚才就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。当然，主要是气球的问题，对吧？这气球太吓人了，因为我以为它是整个爆炸的。所以嘛，这就是提意见的勇气嘛。它后来是整个爆炸了，它没有只爆一小片。我知道，但是我看它那个盒啊，这不有个圆盒啊？我以为那圆盒里边有机关，我怕那个机关蹬一下崩了。它下边确实有机关，哎，你想象力太丰富了。有个针吗？对。哎呦，你玩过这个游戏的？没有针，气球怎么会爆呢？当然是有东西扎它才会爆啊。那就是针不会蹦出来的。它是应该是到了那个时间，那个针就咔嗒就。你
看，哦，真不会蹦出来吧？这是暂时没有蹦出来。太懂这套路了。哎，刚才两位这个就是我们爱的春晚的最新出炉的小品，现场彩排的。对，赞一个好不好？好，给自己给两位老师赞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我跟海璐，我们两个人也真是感谢大家，就是这么多年来，真是也是很支持我们。好，包括海璐马上要当导演了。我给你宣传一下吧，初十要开机了，马上要当导演，是要拍电影吗？来做个宣传，做个宣传啊！他忘了，他一激动忘了。我不是，他不找我。那个他呢？不找他，他因为他就他长得太年轻了。他刚才把这个最重要的事他给忘了，我替他宣传一下吧。第一次当导演，而且第一次揽这么大的事儿，其实对一个女孩来说挺不容易的。我真是觉得大家到时候支持，我也支持他啊。秦海璐，你需要有那种客串呐、啊，或者那个就是那种没钱的角色的时候，你找我，我来给你顶一下，啊，没钱的角色都可以啊，顶一下。哎，好嘞。海璐老师，新年的这个应该是一个愿望之一了，马上要投入到这种新的领域当中了嘛？给我们介绍一下，先说说第一次当导演的感觉啊。第一次其实当导以导演身份站在公开场面的时候，应该是去年上海电影节的时候。然后我就想说该动的也该动起来了，那么春节后我们就准备先拍了。我是觉得说人生会有很多梦想，但是光想没用，走起来。行动派啊，期待看到秦海璐老师当导演的这个作品啊。最后呢，请我们这个海璐老师还有孙涛老师一起给我们的网友来一个新年赞，做一个这个手势好不好啊。我们在外面包围着两位，咱们俩来这个方向的。好，周玉跟海璐来右手的方向，好不好？转一圈，然后赞，也是给两位今天祝贺你们演出成功，来个赞，好不好？好，你再教我一下怎么弄。一二三，那只手，涛哥，左手，哎，太棒了，手把手的教。看秦导现在就开始指导了，我们不用说话，不用说话就直接做就行了。对，好，三二一，赞。再来一遍，你离我近一点。好嘞，预备，开始。新年赞。咱来个整齐的吧，赞。好，咱来个节奏快点的，要不然来来，预备，又赞。谢谢，拜年了，新年好，新年好，快赶紧回家跟家人团聚吧！谢谢你们辛苦了，恭喜，辛苦了！谢谢，拜年，谢谢你们。